21世纪的作战方法论，哎，现在完全哈、啊、是透过那个方法 methodology， 是透过 C4ISR 的最重要 C4ISR 哈、哦、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， 它最重要，21世纪的作战最重要是哈、哦、远端遥控精准打击的，来。整个作战的全境过程哦，哎，透过 C4ISR 发现了敌动静，然后呢，使用马斯克的 Starlink， 然后呢，一路传递资讯到 F-35 在高中低空确认，然后指挥地面部队发动攻击，啊，指挥地最有效的攻击，啊，指挥地面的发动攻击呢，现在最有效的。好，这一次俄国跟乌克兰的实验作战，我们发现 UAV 最有效 ，UAV 哦，上天下地哦，全部都很精准，而且哦，来，所以讲小弟点击播出了，改变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，正是国防科技战场上哈一定要有的观念。现在的打仗已经从21世纪的船坚炮利哈、狼藉哦、义和团式的作战，改变成哈、哎、C4ISR 的远端遥控 （remote control） 跟哈、哦、精准打击了啦。蛮扣口，我讲你听。所以讲，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呢，哎，俄国哈、哦、虽然现在战术上有点小胜，但是哦。以中长短期间哦，它好像战术上的小胜，但是事实上以中长期的角度，伊要死啊！伊这种吼，拍个东东外国家起出，来咱看者。哎，今仔日我阁特别看到吼，五七报新闻吼，有讲到 C4ISR， 我对古早时代到即马，多加这个人吼，有清楚的讲到 C4ISR， 哎，这个专业吧，他有讲到哦。只管通知情监侦系统，哎，这两已经哦，我从以前俄国跟乌克兰从2月24号开始打仗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第一次听到在五七报新闻里面哈、哦，有一个人讲到 C4ISR， 来，上面叫做 C4ISR，command control，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。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， 只管通知情监侦系统。情监侦系统来看二哦，来，它在外太空上面呢，它在大气层外面呢有情报卫星哦，在上面跑，跑完之后呢，透过马斯克的 cyberspace 哈、哦，哎 ，Starlink 这样传递资讯，然后在高中低空呢有 F-35、F-22。以及 UAV 以及哈、哦、电侦机哈、哦，全部彻底的看完之后呢，派出 UAV 在地面，甚至于海上、海底哈、哦、来执行哈、哦、对敌最有效力的摧毁工作哈、哦。OK， 那 C4ISR 的空间配置，看二哈、哦，来在大气层外面有情报卫星监督着战场。然后各高中低空呢，哎，有 F-35、F-22 电侦机、UAV 哦，弹簧刀的无人驾驶飞机，然后对战场上实施 grid 网格化的分配，所有战场已经透过网格化的分配划分个人的责任区域，这段是我的，那段是你的哈、哦、，OK， 整个 C4ISR 的。空间装备的配置，现在打仗是21世纪，已经21世纪的作战已经完全进入了科技的作战。啊，这就多，火蓝红青，听好清澈。啊，今天我刚刚出去走路哈，我发现哎，今天在五七报新闻里面哈，真相，记得什么？记得周吉良，我想讲没出来。啊，他有人讲出来 C4ISR。只管通知情监侦系统，啊，这个内行啊，这个内行，哦 ，OK， 啊，这个是吼、哦，小弟曾淼宏张教授电机博士啊，博士论文写的是这个物件，好、哦、，OK， 来，电机博士哈、哦，专攻 C4ISR 啊，啊，你如果说要我针对哈、哦、中共如果武力侵略台湾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应该怎么还手？啊，我现在
已经有整个想定的 scenario 的内容啊。哎，兰德公司啊，它是美国的一所国防智库，它的总公司在加州的 Montreal 圣莫尼卡，他提出来，他们里面有一个研究员叫做哈、哦、奥赫马内克，他这个研究员宣称哦，兰德公司哈、哦，他们建议啊，中共如果武力侵略台湾呢，在台湾海峡哈、哦。我们摆上1000架的 UAV 啦，弹簧刀无人机啊、哦，摆上去哦，啊，温没有人家中戏啊，100架的弹簧刀 UAV 无人驾驶飞机，哎，这个倒是这个观念哦，倒是 innovate 创新啊，我还感觉哦，海马斯火箭，因为海马斯火箭哦，它的有效射程有300公里的。今嘛，美国唔敢和乌克兰泽连斯基吼，迄个当拍300公里的，因为拍300公里，你若拍去莫斯科，伊咪结束的。所以讲吼，他们只给他有效射程差不多30公里、60公里，但是海马斯火箭吼，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。300公里是什么意义呢？台湾海峡的最狭窄段130公里的，我从新竹的竹南就有本事哈。源头打击啦，弄啊到吼东南沿海的集结处了。因为今嘛的火炮哈，长城火炮、海马式的火箭哈，它都可以哦。那个情报卫星制导，什么叫情报卫星制导？就是 GPS 卫星的定位啦，实施源头打击。当我们发现中共的东部战区有武力要集结，准备侵略台湾的时候，哈，我们海马斯火箭警告你哦，海马斯火箭有效射程300公里。啊，你讲我怕那个熊海都没问题，哎，你在东南沿海这边集结哈。跟你警告，没听，海马斯火箭有效距离就马上翻越130公里的台湾海峡，直接命中源头打击，让你部队的集结。也是跳跳哦，啊，甚至于 M 拐拐拐的榴弹炮，它是一种155公里的牵引炮，它的有效射程30公里啊。啊，这个 M 拐拐拐也塞啊，我们让它让中共的海军的蓝蚂蚁，它只要越过海峡中线，进入我的 M 拐拐榴弹炮的有效射程30公里，懂啊？啊，可能哦。可能哦，咱大家乡亲唔知啥物叫蓝蚂蚁，而且他们这个蓝蚂蚁哈，啊，就简单的啦。中国的所有的渔船上面只要架上一部轻机枪，它、啊、就变成蓝蚂蚁，就变成蓝轻机枪。啊吼，大肆的来，咱过来看这种相片，这就是哈、哦、中国的蓝蚂蚁，所有的渔船上面架上一挺轻机枪。
安尼吼，倾巢而出吼，你若去金门去妈祖，拢会想在看到这种吼。这第一张相片，来，你看，这就是中国的海上民兵呐、啊。啊，他们只要敢越过海峡中线 ，M 拐拐杀来弄了，因为海上民兵哦，他们只是被征召而已啊。哎，怕了，哎，一台船、两台船叫伊弄啊，外国起来，因头我来跟算啦。人讲得兵，伊在得海军呢，绕跑啊。安跳舞，所以说哈，来，你看他们甚至于中国的海上民兵蓝蚂蚁，他们摆成一线，我这种多，我能雄心参过，但是哦，因他们不是纯种的人民解放军海军，不是，所以你看他 get 了以后哈 ，M 拐拐拐哈，只要过海峡中线，杀了个龙龙啊哈，因那四五台啊，四十台啊哈，因大概算了了啊，无人要拍，要拍恁家的代志哦，恁家己去拍哈，来。现在一个乡亲 LCH 哈，在政治面，民进党故意不提拔忠诚爱国的台湾人才，才有彭文正这种，引诱了政治邪气，入侵民进党的团队。预言家哈，有人讲 the fortune teller 哈，这个秀明啊，那个预言家他就讲哈。蔡英文是窃国，窃什么国？窃台湾国的中国人，他是土匪蒋介石独裁霸权的多德亚师妹啊，徒妹蒋的团队支持并配合打造蔡英文呢、啊，而且是国民党支持并配合打造蔡英文，间接掌控了民进党，披着民进党的民主外衣。持续蒋氏政权的高压统治政策了，蔡政府、蔡政权是软硬兼施的独裁手段了。他一面借口保持现状，再借题拿中共和外国政治立场，或是国际组织的政治力量打压、威胁台湾的国民，屈服到他的政治压迫，他一面甜言蜜语。一面暴政欺压，一面又向台湾国民说：“他这样做都是为你们好，你们这些不懂事的台湾人好。这全部都屁话了。最终的本质是贪官污吏啊，每人荷包，每一个人呢荷包满满，随时绕跑。蔡英文是一个骗子，他是一个学术诈骗官方，我们没有把这粒山核弹压出来，他们这些人哦。”拼命捞啊，用力捞啊！啊，讲说为你好啊，其实都是一些屁话。他的本质就是哈、哦，每一个人哈、哦，贪官污吏，荷包捞满满哦，随时绕跑。你要单一看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我们什么叫愚蠢啊？在恩公讲愚蠢的定义，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是假博士，我们也看见了蔡英文真的是假博士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相信蔡英文讲的谎言。啊，蔡英文他们这个诈骗政府，他们这个以蔡英文这个诈骗首脑为主的政治金官党，他们不骗你，他们骗谁？哦，所以讲台湾难变这低呀、啊，台湾难变这低呀、啊。好、哦、，OK， 来，今嘛哈，无能的总统防疫防到垮台，竟然鼓励人民染疫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来确诊。这个正兴医院的院长魏征伊就讲啊，哦妈，这个确诊以后，确诊不是小事呢，确诊以后呢，那个喉咙吼、哦、痛如刀割了。有确诊的人都有跟我讲过，甚至打过电话跟我讲过，嚯、哦，那个刚开始第一天、第两天、第二天哦，确诊哦，喉咙痛如刀割了，真的哦，真想跳楼了。所以说，咱乡亲爱注意啊。咱台湾目前是防疫整个垮台呢，啊，竟然会骗你叫你去确诊，然后再加疫苗，啊，是最好的新兴级的免疫力，念头啊，台湾人要注意。所以讲哦，台湾人，请你搞清楚，啊，搞清楚啊，新冠病毒它不是补品，它是病毒，是会让人有后遗症的病毒啊，这是基本常识。OK， 防疫无能。现在但是中你这挂人哦，防疫无能呢，竟然直接移民了，妈这念头哎哈。
这就是我今日谈咱乡亲交换知识，哎哈 ，Headline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、啊，你，咱台湾人要注意啦。蔡英文是一个出生于乱七八糟家庭背景的人呐、啊，他当上了总统，想必这个国家也会被他搞得乱七八糟了。蔡英文把治国当儿戏，无能害死人民也是必然的了。他蔡英文用诈欺手段执政，他将会得到报应。真侪乡亲拢来跟我讲呢，打电话来讲，讲新闻咧交代，讲台湾的上空哦，一群妖魔鬼怪，但是这些妖魔鬼怪都传到了蔡英文。啊，讲咱乡亲，大家互相参考啦，交换知识。我讲了对唔对？讲迄新闻拢来讲讲哦，台湾现在是哈这个妖魔鬼怪当家啊，妖魔鬼怪的传到了蔡英文，他是一个假博士啊，他是一个诈骗惯犯呐、啊。他所带领的这整个团队变成政治军官党，好 ，OK。今天含咱乡亲交换知识到这 ，OK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，阮是最大怨魂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，阮是最大怨魂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爱故乡美丽岛。到底有什么错？回来故乡，面对黑落，牺牲嘛有价无？台湾的青年唔通徛坐落，一波过一波，独立建国永不回头，冲破黑甲落。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，先烈的牺牲不断，勇敢的台湾人，勇敢的台湾人，独立的做主人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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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，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充满喜乐，咱是海洋的故乡。先安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，台湾人同心肝，同款有命，各位儿孙。拼命子孙，代代永远第三段。翠绿是宝岛美丽山河，落土大浪的画。风来美，鸟难飞，抬头看麦，阮都开看，阮都开看，土地土地的忧伤。平凡，有尊严。
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。